你觉得 Punky 等一下会有什么反应？我觉得他应该会过往旁边，然后狂笑，因为他可能是觉得对这东西新奇，不一定是为了保护我。可是我跟你说，我演得很真，毕竟我也是然后角逐金钟奖、金马奖等级的演员。对对对，他后面到后面就是蛮高的。所以事实证明，它不是一只可以保护主人的。你有没有来救我？你有没有来救我？他怕胆小鬼，超胆小的。